我无法专心听老师说的话，因为他只是叫我以后不该进黑。对了，你要我讲哪一个？有那么多个。你讲那个最劲爆的那个。你说的哦。好，来，请来。好，就是因为我跟 Joanna 就是有时候都会相约，就是一起去整蛊。这个一点都不劲爆，我们年纪轻轻的就要这样，好不好？而且我好久没有去了。对，然后整蛊他，我记得他第一次去的时候啊，就是那个按摩师一开始帮他按，就是他还没有怎样，可是越按到后面越舒服的时候，他就会开始哦。好神奇哦！哦，我哪有？哦，蔡同学，拜托，我从来没有这样子过。其实我都是在，我是在痛苦的呻吟的，因为太痛了。你知道，就是Joanna给我感觉就是那种外国人呐、啊，外国的女孩子，然后就接触到那种中国的，我才没有说太神奇，中国的按摩什么的，然后就觉得进入了另外一个神秘的世界那种感觉。对，才没有这样子、哦、，so amazing。Wonderful, amazing 都来了，没有，还是要借机再帮 Joanna 大推一下、啊，对啊，因为他第二张专辑我真的有自己听，然后也觉得里面很多歌都很好听，是的，对啊，然后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他专辑，是的，好音乐要支持，真的，好，对，谢谢 Evan， 谢谢蔡同学，拜拜。爸爸到整张专辑完成之后有没有对你表示些什么，就对于这一次的作品，我好好奇。他应该是因为他很少对于你哦、好像会给予比较，你知道，就是你知道爸爸就是这样子，这一次也是这样。那其实专辑他并没有对于我发表意见，而是他是跟我说他对公司的意见。OK， 没有，因为那时候就是、因为我们已经做完了那一张，就是我创作的那一张、但是公司就一直要加歌，因为 OK、因为卡拉 OK 啊，因为市场什么什么、所以要加歌。然后一开始是加好像四首歌，对，然后我们做完了以后他们又要加半张歌，然后加什么、然后我爸就一个很生气。我好难想象他生气起来会变怎么样。我就那时候我就觉得又好笑也蛮生气，就是有点哭笑不得。可是你应该是贴心的吧、就是、对不对？没有，就是对啦，就是我可以完全理解他的感受。对啊，就是一个感觉好多事情，然后每次觉得、快做完了，可以开始把这些袋子送去做 mixing and mastering， 所以就是又要加歌。那因为 mixing mastering 这种东西本来就是一次要做完，所以就会哇、很累这样子。但好累，对。但是最后，而且又有 deadline， 对啊，这一次总算是没有遗憾的，能够完成这么好的一张专辑。